全部都翻过去。翻过去。那换一个。走出那个门。你人家有这个。你有哪个方法？一共要好多招呢，这是这个。剩下。哎，你看他这边上的身就是这样。来，这啥？这个呢，就是镜头在这儿，就是大师心里头的。没看到。其实他想要的就是一种电脑摄像头的感觉，就是跟。来，然后你要看镜头。你先找好。太牛了吧！可以，张哥拍照的时候再近一点，可以再近一点。就是有一种那种快跟网友视频的感觉，没跟这个没有。没吧？快点，快点！就知道，那你翻转的时候。你应该不用这样倒左右镜头去了，找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还是得找。还来几张？好会拍啊！这个好看，这个。哎，大哥，啊！我想拍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OK。会互动的吗？啊，这个很好看啊！真不错，还长得好看。长得就不行。啊，这个还是是吗？每个人每一张都。She was already dead.